今天中国梦也好，是中国的噩梦也好，和中国的最后一个梦也好，有一件事情它绝对改变不了，塔西佗陷阱现象。两年的爆料绝对是，战友们要记住，最伟大的人是被抓起来的战友和被威胁的战友。大家现在还记得四野先生吗？我不敢提，是因为我提了给他添麻烦。四野先生现在在哪呢？被他们威胁，被他们抓了。我最早上推特支持我的几个战友，我就不说名字了，有多少人被抓，多少人被威胁。我们的两位陈氏兄弟现在还没放出来呢。我们在广州的多少兄弟被抓呀？我们的合伙人阿娇现在还在丢失状态呢。我们香港多少战友被抓呀？无数个背后的战友和我们知道不知道的，你们知道的是天爱，你们知道了很多战友，还有你不知道的是绝大多数，还有我们现在今天在前线工作的战友们，哪个没被家人威胁过？这些战友，我们大家的努力，大家没有意识到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点点滴滴，创造了共产党今天他无法改变，绝对无法改变的塔西佗陷阱。这个塔西佗陷阱的现象已经让共产党今天永远无力挽回。跟着塔西佗陷阱的就是 Free Hong Kong, Free Taiwan, Free Tibet, Free 新疆，新疆独立，还有 Free 广东，广东要独立，台湾要独立，新疆要独立。亲爱战友们，昨天香港上街的行为冷静而智慧，还是群龙无首为大吉呀、啊！只有演讲者，没有领导者；只有组织者，啊，没有领袖。